岛屿，当前退休时间最久仍被查的记录来自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原副局长谭立群。其实才退休11年后被审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天津市原副市长陈志峰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人走茶不凉。查实局关注到，这位仍被称为同志的陈志峰已退休近5年，但仍因违反相关党纪问题被审查。据通报，经查，陈志峰同志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廉洁纪律，在党的18大后仍多次违规打高尔夫球，违反工作纪律，违规决策审批项目，造成国有权益巨额损失。另据通报，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陈志峰同志留党察看2年处分，按副厅级确定其退休待遇，收缴其违纪所得。首届全国10名优秀青年企业家之一，今次被处分的陈志峰1950年3月生，今年68岁，为天津本地人。公开履历显示，1968年至1976年期间，陈志峰曾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部门插队，后入伍参军，先后担任解放军51157部队战士、班长、副排长、代理排长。1976年后，陈志峰便回到天津工作，历经天津市西郊区富村公社富村大队插队，天津市自来水工程公司机修厂工人工作后，在1977年他正式在天津市自来水工程公司开启仕途，曾先后担任该公司办公室秘书、计划科副科长、副经理、大经理、经理、党委书记、市青联副主席等职。值得一提的是，在天津市自来水工程公司工作期间，他曾荣获众多荣誉，包括1984年天津市劳动模范、1985年首届全国10名优秀青年企业家之一、1986年天津市优秀党员、1989年全国优秀建筑业企业家、1990年天津市优秀企业家、1991年全国施工企业优秀企业家。由副部级待遇降为副厅级待遇。1991年8月，陈志峰离开天津市自来水工程公司，转任天津市城建委副主任，随后还先后担任天津滨海新区办公室主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规划设计管理局、市土地管理局局长、党委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局长、党委副书记等职。2003年至2008年，陈志峰成了天津市副市长。这也是此次中央纪委通报陈志峰问题时出现的职务。南都记者关注到，在担任近5年副市长后，2008年1月，陈志峰转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当时他不到58岁，担任近5年的政协副主席后，2013年退休，当时63岁。陈志峰退休时享副部级待遇，但根据此次通报显示，决定给予陈志峰同志按副厅级确定其退休待遇，这也意味着待遇降了两级，官员退休不等，与平安着陆。有人退休11年后被查，有人退休仅一个月，陈志峰退休5年后遭查处，也再度说明官员退休并不意味着平安着陆。南都记者关注到，18大以来，中央及地方加大力度查处退休或退居二线涉嫌腐败的官员，当前已有多位退休官员被查。有媒体报道，仅今年4、5两月退了休又被查出严重违纪违法的官员至少有6个人，其中被查的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白太平已经退休近7年。南都记者也关注到，仅19大后便至少有2位副省级以上高官在退休后被调查，包括日前自首的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白文礼，以及退休一个多月后被查的财政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张少春。向前追溯，四川省原副省长郭永祥、湖北省政协原副主席陈百怀、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宝华、
江苏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少林，浙江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资先良，新疆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励志等省部级官员，也均是在退休后被查。值得一提的是，江苏省委原常委、省委秘书长赵少林是在退休八年后被查。不过，当前退休时间最久仍被查的记录，来自原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原副局长谭立群。其实才退休11年后被审查，十八大以来十余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被留党察看，对于陈志峰的处分还包括留党察看二年。难得记者了解到，在党纪处分中，留党察看是仅轻于开除党籍的一种处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留党察看处分分为留党察看一年、留党察看二年。对于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一年的党员，期满后仍不符合恢复党员权利条件的，应当延长一年留党察看期限。留党察看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二年。根据条例，党员受留党察看处分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留党察看期间却有悔改表现的，期满后恢复其党员权利。坚持不改或者又发现其他应当受到了党纪处分的违纪行为的，应当开除党籍。另外，党员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其党内职务自然撤销。对于担任党外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撤销其党外职务。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恢复党员权利后二年内，不得在党内担任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原任职务的职务。查实局梳理发现，十八大以来至少已有十余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被留党察看。据官方通报显示，今年2月24日十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金英严重违纪被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将为正部长级。再往前追溯，被留党察看的还有杨焕宁，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留党察看二年；傅晓光，黑龙江亚布力旅游区开发指挥部原副总指挥，留党察看一年；严史元，山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留党察看二年；韩志然，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留党察看二年；孙青云，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留党察看二年；张云，中国农业银行原行长，留党察看二年；孔令忠，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留党察看一年；李立国，民政部原部长，留党察看二年；陈传书，民政部原党组成员，留党察看一年；许书辉，民政部原纪检组长，留党察看二年；王洪章，天津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等。文旅春荣 CN 免责声明，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